南投县关山乡北港村街上百仑葡萄全长差不多4公里，我们等下是和民众远通天心，韩国葡萄观景团还是看到北港村街风景。不过按旧记录来，葡萄木好好个管理维护，造成上错大弄，韩国凉亭呢没动落去，乡亲希望管理单位是来重视，将这本葡萄发挥个好节。祈祷观景台看光下，是看到规间北港村的风景。行出来咧，全方含有凉亭是结棍。不过按这样的景观同设施，是引起木好好管理，造成上错大弄，油卡莫上来去。不到么？开窗的都是在去来两个聊的，哦，就因为原来今天无人镇的无人行，系东大上的风景啊，好你看下咧，吼、哦，山又高。看下个风景真好诶！南投县政府咧今年为上百仑葡萄争取一道经费，不过葡萄园园小管理采取社区面表示，现在挺维护。不过社区无法度却按多间用户经费，南投县观光处对咧部分系表示，要加加来全面整理。即马较东尾是较袂较无啊嘛吼，较伊就较袂成长。啊，你来从你若4、5月啊时阵哦，咧草长旺的时阵哦，真紧，2、3个月。差不多真长啊！那我们会尽快的来把这个整个步道、凉亭这个设施以及杂草呢做全面性的清理哈，这个是可以尽快来做的哈。那么，县观光处表示，需要全面整理环境，下礼拜我们会边经费同社区合作，跟社区居民牵手拍拖，希望上百仑葡萄重新管理良好，是变做一个看风景的好素材。客家新闻李鹏奇，南投报道。